陈零九和女友呼呼交往近十年，两人默默支持对方，也不避讳公开同台，感情相当稳定。不料陈零九今日突然抛出一张黑色图片，无奈宣布和呼呼和平分手，表示两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希望外界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和空间。呼呼也同样发出声明，证实已经分手。陈零九更关闭 IG 留言，看来对于私人感情想更低调处理。一直非常甜蜜的他们无预警宣布分手，让不少粉丝感到十分惊讶，也感叹两人十年的感情突然间结束，真的好可惜。We'll be right back.